者吴梦伦台北报道，中国女星范冰冰长相精致，拥有超高人气。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却在微博上公开范冰冰的合约书，曝光她的片酬，更爆红，你不用表演，你是真辣，引起热烈讨论。崔永元先前曾怒轰电影《手机二》的导演冯小刚及编剧刘震云，原因是该电影第一集中有个角色出轨，玩潜规则又患忧郁症，许多人猜测是以崔永元为原型，让他相当不满。而范冰冰也在《手机二》中演出，崔永元便将导火移向他，先是 PO 出范冰冰2010年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者奖的照片，翻一个真敢吧，一个真敢领，又贴出数张合约，虽有图改但刚好露出范冰冰的名字，上面写出片酬为1000元人民币，约4700元台币，若一人未在饭店用餐，还要支付每顿1500人民币，约7100元台币的费用。崔永元今日更爆料，范冰冰以签大小合约的方式在片场待了4天，就赚近6000元人民币，约2亿8000元台币。对此范冰冰工作室应起来发表声明，表示崔永元公开机密合约是破坏商业规则，并构成诽谤，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。范冰冰无端遭到攻击，白社自范冰冰微博崔永元公开范冰冰片酬，白社自崔永元微博崔永元怒轰范冰冰，白社自崔永元微博。